这是我脸大的五花肉，冬瓜肉。吃饭，吃面条。我做面条的时候，还有炒鸡杂的时候，炒菜的时候，都会放点这个人瑞会的这个酱。人瑞会的川菜酱活动来了，给我们满减的哈。这个是一桶给我们减6块钱。还有那种小罐的体验装。一单给我们减3块，你就是做个毛血旺呀、辣子鸡块呀，你就是吃火锅不喜欢吃那个牛油的，都可以用那个人肉块的酱当个火锅底料。做麻婆豆腐都可以的。做菜啊，家里面你可以放点，拿它当个调味料，而且它吃起来很放心，没有乱七八的添加剂、防腐剂。我做这种面条就是
放点人参会的酱，放点生抽，放点蚝油，放点鸡精，放点难得，放点盐，就是这样调味的。